晒，冲完凉，舒服晒。羡慕羡慕羡慕。快快啲抹干先，等我抹干先。抹干，我要同阿 B 擦啲爽身粉。阿妈做咩又攞爽身粉出嚟啊？咩啊？靓仔都用呢啲噶啦，天气咁热，唉。唔好啊！呢个有毒噶，唔好噶。乜鬼啊？乜鬼毒啊？人人都用咁多啊！诶，快啲寄佢嚟睇啲热痱。啊，天气咁热，唔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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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喺你旁边啊，等我嚟查。好查啦，够啦。哎呀，识乜鬼啊？我个仔你老公啊，细个都系咁查噶啦，又唔系咁肥事大只，冇事噶。你睇我啲热痱多到。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期的生活调查团，我是调查员瑞恩。最近天气很热，很多小朋友都会生热痱，于是乎有很多人，特别是一些老一辈的人，都喜欢在小朋友冲完凉之后帮他搽些爽身粉。我们刚才见到因为这个爽身粉而起的婆媳大战，其实是发生在一名年轻妈妈身上的一件真人真事来的。她就说因为这个爽身粉的事，差点跟奶奶拗了起身。佢就话自己系个八零后，有个四个月大嘅女，因为平时自己要翻工，所以小朋友就由婆婆带住，但系咁样一带就带出咗针针。喂，生活调查团啊，系啊，我想拜托你哋查一件事，系咁噶，我奶奶个好中意帮细路仔查爽身粉，咁我女咧，佢依家咧细个啊嘛，我奶奶佢一年四季都帮佢查爽身粉，春天又查。依家夏天就更加唔使講啦，每日沖完涼就將佢搽到白雪雪咁，跟住咧，我話咗佢話搽爽身粉唔好嘛，嗌佢唔好再搽，但佢又唔聽喎。但係爽身粉呢樣嘢，佢有滑石粉噶。小杨就话自己自从怀孕以嚟就恶补咗好多育儿嘅知识，大多数嘅育儿知识都系从网络或者书本上面得嚟噶，而同家谱嘅生活环境唔一样，所以佢嘅育儿知识嚟自长辈同埋邻居们嘅经验。我喺网上见到啊，嗰啲人都话呢个爽身粉有毒噶，佢话入边有个爽咩滑石粉啦，话嗰个滑石粉对细路仔唔好嘅。咁我梗係唔可以俾細路仔同佢有接觸嘅機會啦。小楊就話：當自己知道滑石粉有害之後，就同家婆講唔好再用爽濕粉啦。但係偏偏家婆就唔信。不過家婆就話仲係好相信生活調查團，於是就打電話希望我哋幫佢調查一下呢啲嘅 B B 爽濕粉仲可唔可以用？哇！真係估唔到啊，咁細盒嘅爽濕粉居然可以引起婆媳大戰啦！更加估唔到係我哋嘅節目咧，除咗可以調查生活嘅真相之外咧，仲可以做上和事佬。到底这个爽身粉可不可以继续用呢？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开始展开调查。小杨仲话，为了令到家婆明白，她还专门上网查了很多资料，但婆婆还是觉得以前带小朋友家家户户都要用爽身粉，也都没有见出现什么问题，为什么新抱就说爽身粉当中含有滑石粉，而这些滑石粉是有毒的，不可以用呢？小杨同埋佢奶奶双方争论嘅焦点咧，就在于呢个爽身粉当中嘅滑石粉系唔系安全噶。咁喺我哋正式开始调查之前啦，我哋要先嚟搞清楚一下小杨口口声声讲嘅呢个有害物质，亦即系话滑石粉究竟系唔系爽身粉当中嘅成分。既然要调查爽身粉，当然唔少得就系各种畅销嘅爽身粉样品。工作人员随机去到超市、商铺以及婴儿用品专卖店，发现佢哋卖嘅爽身粉品牌种类非常之唔同。而呢啲嘅爽身粉当中，只有一款系相同品牌。睇嚟爽身粉真系有好多种嘅牌子啦。而价钱嘅话，我哋就发现最平只要6.8，最贵亦要30几蚊。边种好卖啲啊？其实呢几种都好卖，依家夏天。最主要呢係一般係茶先，即係有滑石粉嘅會好賣啲定呢啲多人買啲啊？個身就會爽啲，冇咁膩。都好多人買呢啲啊？係啊，其實都唔滑石粉係乜嘢嘅。当我哋问起 B B 可唔可以用呢啲嘅爽身粉，销售员就话都可以用。通过工作人员呢一次嘅走访，得知市面上面嘅婴儿爽身粉多种多样，从袋装到盒装，从散粉状到粉饼状都有。工作人员就随机喺市面上买咗一啲当下最畅销嘅几款爽身粉作为呢次嘅样品。嗱，咁台面上嘅四款爽身粉啦，就我哋节目组之前买翻嚟噶啦。咁爽身粉当中系咪真系含有滑石粉嘅呢种成分呢？而家咧，我哋就睇下佢哋嘅成分表啦。咁我哋而家睇下第一款嘅样品先。嗱，我哋见到一号样品嘅成分表当中啦，佢第一个成分就已经标注咗滑石粉噶啦。
调查员睇咗一号样品嘅成分表之后，继续睇二号同三号样品嘅成分表，发现佢哋都系含有滑石粉金。嗱，啱先三个爽身粉当中都系含有滑石粉嘅，咁究竟第四个有冇咧？我哋而家即刻嚟睇下。嗱，我哋见到四号样品嘅成分表当中啦，第一个依然系滑石粉。好啦，咁我哋啱先咧已经将四款嘅爽身粉已经观察过啦，咁佢哋嘅成分表当中全部都系含有滑石粉嘅。咁含有滑石粉系咪就代表爽身粉有害呢？喺调查之前咧，我哋要先明白一下滑石粉到底系啲乜嘢嚟嘅。据了解，其实滑石是一种很常见的硅酸盐矿物，在摩氏硬度计当中，滑石的硬度为一，是已知最软的矿物。而滑石粉是滑石经粉碎之后用盐酸处理、水洗、干燥等工序之后做出来的，它的用途十分之广泛，陶瓷、造纸、化妆品甚至医药食品等行业都有用到。從調查結果可以得知，這個滑石粉在化妝品甚至乎醫藥行業當中都是有使用的。那小羊的滑石粉有害的這個說法到底是怎樣得來的呢？根據他的說法，他就說在網上偶然見到一篇文章，就說這個爽身粉含有害物質。那到底這條傳言是怎樣說的呢？我們現在上網搜索一下關鍵字看看先。调查员输入关键字之后，一搜就出现了61万条的结果。这些信息的标题基本上都是滑石粉对 BB 的危害有几大，或者是滑石粉的危害知多少等等。而调查员也随机点入其中一条信息。我刚才就进入了一条链接来看，它上面就说爽身粉的主要成分是滑石粉，而滑石粉当中是含有不可分离的铅，铅进入婴儿体内是不可以这么快地被排泄的。網頁仲話呢一種鉛係屬於重金屬嘅一種，佢進入到嬰兒體內唔可以好快被排先。受此毒害嘅兒童嚴重嗰陣會出現智商低、動作笨拙同喺學校表現令人失望等等嘅情況。嗱，呢個鉛咧，我哋平時生活當中就聽得多啦，但係冇好似網上所講嘅咁可怕咧。這個時間我哋仲係向專家了解一下啦。铅的话，它比较容易在体内蓄积，不容易排出，然后就会对我们的一个神经系统、放血系统产生一个危害。尤其的话，可能会严重到影响到一个小孩的智力发育，甚至他们的一个生长发育。除此之外，仲有科学家发现，城市儿童血样即使系铅嘅浓度保持可以接受嘅水平，仍然明显咁影响到儿童智力发育同表现行为以上。儿童体内血铅每升大于100微克为铅中毒。北京儿童医院曾经有研究结果显示，血铅每升高每分升10微克，智能指数下降2到3分。嗱，呢個鉛對人造成嘅影響啦，哇，真係唔係開玩笑噶。但係我哋前面咧，亦都淨係睇到咗爽身粉嘅成分表當中咧，係有標注滑石粉噶。只不過呢個滑石粉係咪真係含有鉛咧？呢個仲係個未知數嚟噶。瑞恩就講得冇錯啦，爽身粉有滑石粉成分並唔代表佢就有重金屬鉛金。我哋節目一向就係用實驗說話，所以呢一次亦都唔例外。事不宜遲，下面立即開始我哋嘅重金屬鉛嘅檢測實驗。在桌面上已经摆着四个爽身粉的样品，还有一个重金属铅的快速检测盒，稍后我们很快就知道这些爽身粉到底有没有铅了。所有的步骤我们已经完成了，我们现在将他们四个都静止3分钟，3分钟之后我们再来观察有什么情况。好了，3分钟之后过去了，我们现在看看四个离心管现在有什么情况先。咦，我们看到四个离心管都出现了不同颜色，我们看到一号的离心管它是出现了淡粉色的，咁二号嘅离心管啦，系变成咗橙色嘅，而三号嘅离心管啦，系呈现咗紫色嘅。我哋再嚟睇下四号嘅样品啦，系呈现咗黄色嘅。咁佢哋呈现咗唔同嘅颜色，而呢啲颜色又讲明咗咩问题咧？
呢一次我哋做检测嘅四款样品得出唔同嘅结果，呢四种嘅颜色究竟代表住有缘定系冇缘呢？我哋仲系问一下专家啦。按照说明书来说的话，那个橙红结果出现橙红到红色是超标的。如果是黄色，是表明它的铅的含量是没有或者是比较低的。原来颜色唔同系代表住爽身粉嘅含铅量唔同。而家睇翻我哋嘅结果，一号至三号呢三个样品系确定有较多嘅重金属铅金，而四号样品就相对含量较低。嗱，結果證明啦，呢個爽身粉當中嘅滑石粉咧係真係含有鉛嘅。咁含有鉛係咪就代表呢個爽身粉係有害嘅咧？咁爽身粉係咪唔可以用嘅咧？爽身粉唔單止唔可以去熱痱，仲會加重熱痱，係真唔係啊？你唔覺得查咗之後啊，阿 B 啲熱痱啊，仲嚴重咗咩？嗱，結果證明啦，呢個爽身粉當中嘅滑石粉咧係真係含有鉛嘅。咁含有鉛係咪就代表呢個爽身粉係有害嘅咧？因为很多爽身粉它们的主要成分是滑石粉，滑石粉的话它的主要成分是镁、硅等元素，但是它也会含有少量的铅、砷等重金属元素，就是它本身会含有。专家仲话，对于爽身粉当中嘅滑石粉，国家喺铅含量呢个方面有严格嘅标准，只要唔好超过标准就冇问题噶啦。不过睇到呢度，肯定有唔少妈咪仲会担心，毕竟调查结果仲系显示爽身粉含有铅，就算铅嘅含量喺国标以内，咁系咪真系安全噶啦？这个还没有说特别明确的一个科学报道，我觉得。就是现在还是可以用，可以用。或者如果担心的话，有什么解决的方法？担心你可以换不含滑石粉这一类的一些爽身粉。专家就话啦，呢个重金属铅主要系经消化道同呼吸道吸收到人体噶。如果我哋单纯接触爽身粉，就算有铅亦都唔使惊，因为佢系非常之微量噶。所以我哋平时只系扑薄薄嘅一层喺身上，呢啲单纯嘅皮肤接触，爽身粉当中嘅铅唔会被人体猎取，从而造成大嘅影响。呀，你睇，我原来真系有铅噶喎，啲爽身粉啊，鱼啊。上次都跟你讲啦，你不信啫嘛。不过生活调查员都话呢个有缘咧系唔惊啊，只要佢喺嗰个国家安全范围之内咧系可以噶。不过都谨慎啲好，唔使惊。我今日经过超市啊，买咗呢个话咩？佢话噶咩粟米粉啊？佢话不含滑石粉，佢话又安全啦，又可以去熱痱。以后我同阿 B 用呢、這个好啊。爽身粉边可以去热痱啊？嗱，而家又到咗每年最热嘅七八月份啦，咁好多 B B 娇嫩嘅皮肤咧就会好容易生热痱，但系用呢个爽身粉嚟搽热痱嘅话，咁到底系有用咧，抑或系冇用咧？接落嚟嘅时间，我哋再次展开调查。可以嘅，嗰啲手只爽身粉都可以去热痱。可能啊，可能消费者是啊，可以消费者觉得应该有吧，因为就是爽光爽的嘛，其他我不知道啊，我觉得没有用，可能是吧，不知道啊，因为几十年都是这样用的了，就是洗完澡就给他把脖子底下啦，这些背上啦，这些胳膊底下啦擦一擦的，会咁冷咯，不过第二日一出汗就会有啲唔舒服啊，有啲冷。根据我哋嘅调查，唔少人都觉得呢个系有一定嘅功效噶，佢哋认为帮婴儿搽爽身粉可以帮助汗液蒸发，因此就可以有效咁消除婴儿啲痱。咁正所谓知己知彼，先至可以百战百胜。既然要知道爽身粉可唔可以治到痱，我哋仲系要搞清楚佢系点嚟嘅。长痱子呢，多半是因为环境温度比较高，引起孩子出汗多，汗液呢不太容易排泄，导致那个。就是那个毛孔阻塞，引起一些那个周围的一些发炎。原来由于夏天环境当中气温高、湿度大，导致小朋友出汗过多，唔容易蒸发，而留喺身上嘅汗液令到表皮角质层浸积，致使汗腺导管口变窄或者阻塞，汗腺导管内汗液亦都因为内压增高而发生破裂，外液嘅汗水不停咁渗入皮肤，并刺激周围皮肤组织，令到汗孔嗰度出现疣疹、疣疱疹同小疱疹等等唔同状态嘅热痱。嗱，只要搞清楚呢个爽身粉有冇治热痱嘅成分。咪知道呢个爽身粉有冇作用咯？好啦，咁我
哋事先咧已經買咗七個唔同嘅爽身粉作為樣品，咁而家咧我哋一一睇下佢哋嘅成分表，睇下佢哋有啲咩唔同先。咁首先睇一號嘅成分表啦。通過調查完一輪落嚟嘅成分對比，發現呢啲嘅樣品嘅主要成分都係滑石粉或者係粟米粉，另外仲有香精同氧化物嘅成分。通過我哋嘅啱先對比啦，發現幾款嘅爽身粉嘅成分咧都係相差唔遠嘅喎。咁除咗六號同埋七號，佢哋嘅成分表當中係冇呢個滑石粉，但係咧會有其他氧化物嘅成分。咁呢啲成分到底有冇去肥嘅作用呢？爽身粉一般來說是不去痱子的，它只是起到一個預防痱子的作用，因為塗了爽身粉可以讓寶寶皮膚比較乾爽乾燥，然後就是說這個出汗，如果是保持環境溫度比較涼爽的話，就不容易出汗。對於爽身粉可唔可以去熱痱呢個問題，專家就話：市面上有三類成分唔同嘅嬰兒爽身粉，以滑石粉為主要原料，以及以粟米粉、松花粉為主要原料。所以使用爽身粉只能起到乾燥身體嘅作用，從而達到預防生熱痱嘅效果。哎呀，雖然佢話冇去熱痱嘅作用啫，但係呢啲啊，搽上去，你睇下啲條頸啊，出咁多熱痱。都起碼令佢舒服啲啦。我睇下，我睇下。阿媽，你唔覺得查咗之後啊，阿 B 啲熱痱啊，仲嚴重咗咩？係咩？係啊，你睇呢度，身度滿曬，之前都冇咁嚴重。我哋喺前面就已經了解到，熱痱係由於汗腺導管口變窄或者係阻塞導致咁。咁塗咗爽身粉，係咪真係可以令到小朋友啲熱痱情況更加敗藝咧？但究竟真相係點樣嘅咧？我哋一齊嚟做個實驗先。咁見到台面上咧已經準備好幾樣嘢噶啦。咁首先咧就兩個爽身粉，一個咧就係唔含滑石粉嘅，一個咧就係含有滑石粉嘅。咁仲有一杯咧就係無人工嘅汗液啦。咁見到我右手邊呢度仲有五隻雞蛋，呢五隻雞蛋咧就我哋從農場攞翻嚟最新鮮嘅雞蛋啦。咦，睇到呢度，我相信各位觀眾朋友一定有疑問啦。點解我哋明明調查緊呢個爽身粉嘅問題，會攞雞蛋嚟做實驗嘅咧？其實雞蛋上面嘅殼係布滿咗氣孔，雞蛋會通過呢啲嘅氣孔進行呼吸，所以平時我哋就會發現放耐咗嘅雞蛋會變唔新鮮或者係壞咗，亦都因為呢個原因，所以呢一次實驗先將雞蛋入邊嘅氣孔當成汗腺導口。如果呢啲嘅爽身粉可以阻擋雞蛋氣孔透氣，保持雞蛋新鮮度，咁就可以講明呢個爽身粉會阻塞毛孔。咁首先咧，我哋攞第一個雞蛋嚟做實驗先。首先我哋先放啲含有滑石粉嘅爽身粉落去，好啦，咁我哋一号嘅鸡蛋已经完成咗啦，我哋将佢摆埋一边先。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攞第二隻雞蛋嚟做實驗。咁首先咧，我哋就要模擬呢個小朋友咧喺搽咗呢個爽身粉之後出汗嘅狀態。好啦，咁我哋同樣啦，都倒咗爽身粉落個杯度。咁同時咧，我哋仲要加啲模擬嘅人工汗液。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放第二個雞蛋落去。好啦，二號嘅雞蛋已經整完啦，咁我哋將佢擺喺一號樣品嘅隔離，然之後我哋開始第三個雞蛋嘅測試。第三個雞蛋我哋就要用唔含滑石粉嘅爽身粉啦。好啦，三號雞蛋我哋已經完成完畢噶啦，咁我哋放住隔離先。然之後咧，我哋開始進行第四個雞蛋。好啦，咁我哋而家咧將第四隻雞蛋擺落去。四隻雞蛋已經處理完畢噶啦，咁仲剩一個雞蛋啦，我哋作為空白對照，咁我哋將呢五隻雞蛋啦擺一個星期先，一個星期翻嚟我哋再嚟睇下呢五隻雞蛋佢哋嘅新鮮度係點嘅。好啦，一個星期過去啦，咁我哋而家睇下五隻雞蛋有啲咩變化先。咁首先我哋見到冇加人工汗液嘅呢兩杯爽身粉啦，表面上係冇啲咩變化嘅喎。咁再嚟睇下另外兩個啦，另外兩個望落去啦，好似冇做實驗之前咁多汗液，即係冇咁多水分啊。咁而家摸落去咁，哇！摸落去感覺咧，真係好硬，而且好似成嚿石咁樣啊！呢兩杯嘢，
好啦，咁我哋而家擺翻原位先。咁我哋而家咧就將呢五隻雞蛋即刻送去檢測機構進行檢測。调查员将五隻鸡蛋送到专业机构检测鸡蛋新鲜度，睇下用爽身粉可唔可以保住鸡蛋嘅新鲜。如果结果显示可以嘅话，就讲明呢个爽身粉真系会塞住毛孔。检测结果显示冇做任何处理噶，亦就系空白对接嘅呢个鸡蛋比其他嘅鸡蛋系唔新鲜噶，亦就系话使用爽身粉系会塞住毛孔噶。爽身粉一般来说是不去痱子的，它只是起到一个预防痱子的作用，就是比如说像现在有些添加了什么玉米粉是吧，哦，它其实也就是起个润滑然后就是干燥的一个作用，它不是根本的治疗热痱，不是治疗的效果。一般来说孩子长了热痱，我们不建议你涂粉呐，因为长了痱子本身是毛孔的一个堵塞，涂了粉以后，这个粉可能引起毛孔会进一步堵塞，所以就尽量是不用粉的东西，可以用一些液的东西，润肤液啊、爽身的一些液啊这种。我们这里一般通常就是开那个叫复方乳酐10洗剂给孩子用涂，它比较凉爽，而且可以起到一个收敛的作用，使那个痱子比较快的那个专家就话，爽身粉嘅作用系干燥，如果 B B 已经生咗热痱，就唔可以再涂抹爽身粉噶啦。如果呢个时候仲涂抹，除咗会进一步塞住毛孔，就会增加毛细孔嘅污垢。咁样嘅话，唔单止达唔到防止生热痱嘅效果，反而仲会生痱添，令到啲热痱更加严重。嗱，医生亦都有讲到啦，家长唔可以小朋友出汗嘅时候，又或者系冲完凉嘅时候搽呢个爽身粉，因为爽身粉啦同水混合喺埋一齐，就会结成呢个块状嘅颗粒，咁样喺又乱嘅皮肤上面不断摩擦的话，就会损伤皮肤。如果 BB 生了热痱，生活调查团在这里也都有几个建议。如果啲痱生喺头颈部，就应该将 BB 嘅头发剪短，或者改变一下发型，令到头发往后梳，唔好俾头发留喺前额同条颈上面。如果热痱生喺身上，就应该多俾 BB 冲凉，勤换衫，冲凉早用温水，并且唔好用番碱，尽量减少刺激。啲衫要轻薄、柔软、肥大，以减少对皮肤嘅摩擦。另外可以多食啲清凉同清淡嘅食物，既可以消化解暑，又可以补充水分同维生素，增加凉爽感，从而减轻皮肤嘅刺激症状。嗱，总言之咧，只要保持小朋友嘅身体干燥同埋通风嘅话，令到家长头痛嗰啲热痱咧就会好快冇噶啦。好啦，今期嘅节目时间就差唔多啦。如果你想知道更多嘅节目资讯嘅话，可以关注我哋生活调查团嘅官方微信。我哋下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